一部侦探片，充满悬念，好紧张哦。充满悬念的电影是文艺爱情片吧？怎么会紧张？应该是很感人啊。没有没有，好紧张哎！电影一直到最后，真正的凶手才现身，怎么不紧张？哦，台湾说的悬念是挂念、思念的意思，你看的应该叫悬疑片啦。哎呦，那下一次我们一起找一部充满悬念的悬疑片来看吧。